这一段你看到台中七期从化区的豪宅，不只是台中人爱，台北人也很喜欢。房仲业者指出，近来七期豪宅区的成交案当中，有3到4成都是台北人南下购买，包含了像是艺人胡瓜、白冰冰、林志玲等人都到台中置产，甚至还有台商南下一口气就买了23户。选在台中七期豪宅内设立销售据点，北部知名专做豪宅销售的房仲公司看好台中豪宅市场，不少台北客来置产，南下指导黄龙抢市场。最近调查4300多笔的地籍誊本中，有1400多笔的买家户籍在双北地区，也就是七期豪宅买家超过1/3是台北人，其中还不少是演艺圈名人。带看七期的哈，来找的客户哈，可能占了30%到40%是北部好来的客户，像艺人的部分啊，之前就听过瓜哥啊、冰冰姐啊，好，还有就是说，还有王月王姐，对我都有。像同业啊，都有接过他们的委托这样子。根据了解，包括名模白欣慧、林志玲等人都坐拥七期豪宅，尤其看好国家歌剧院题材发酵，一瓶上看破百万。预期啊，只要歌剧院一落成，好，然后带动周遭效益，好，其实破百是指日可待。我本身有一个客户啊，他一下来哈，在台中置产，好，一次就买20几户。房仲业者分析，相较北部豪宅，台中豪宅的建筑更具设计感，显现大气，难怪有台商选择南下一口气买23户，出手也大气。